背叛者是巧克力的样子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对，他开始烧人了。哦，好了，拜拜。酱油。爸爸。哇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的对决。我突然觉得很难受。不会啦，你还有我。呜呜呜！好了，那我就继续玩空投好了。太多骨头了吧？做骨头干嘛？做骨块啊，盖家。挺有道理的。我有掉到一把长翼四的弓哎、欸。没见识啊。你应该有羽毛很多吧？很多羽毛、啊。那你前面有个历史啊？你哎、欸，而且你有铁针对不对？那你有没有一个 普通的弓？你就用我没有普通的弓，我也没有线。哦，那你看你前面有历史啊，就打碎石，然后，哎、啊，你怎么不做个铲子啊？对啊，做铲子，然后历史放在右那个副手，做个铲子，我还没有石头哎、欸，挖一下。然后先合个，六个，一个。穿个装，还是要去团团刚刚的洞啊？他还没挖完铁。这样，那我来挖一下好了。你知道在哪里吗？你不知道，我要找一下。来，往前直走。哦，你在空投。对啊。你左前方的那个洞窟走下去都是经验品耶、欸、我已经有三个铁簪了哎、欸、我把那个拿走还是算了啦，因为边界来了啦，你还是跑吧。好了，我就只能这样了。走吧，登记来了。狗狗们，走喽！奇怪，明明才睡过午觉，怎么还是这么累啊？代表你睡，你会不会睡太多？可能、哦、睡太多也会累啊。可是就是睡午觉，就是怕晚上睡着啊。哇，你脚下是废矿哎，你挖挖看啊。真的假的？我现在下去，我还上得来吗？怎么又要收圈呢？蛮高的废矿啊，哎。哇，这个方没有，我看到一个我从来没看过的那个珍怪砖。什么珍怪砖？然后就墙壁已经快把珍怪砖吃掉了，很窄。新品种珍怪砖？没有，不是珍怪砖是新品种，是它附近的方法是新的，没看过。哎、欸，我还没到圈内。对吧、啊？我还要没有，刚刚已经收过一次了，现在要收第二次。我的狼好慢哦，我走太快，他们会不会跟不上啊？
你是新手，他一定跟得上啦，你走你的啦。走了，狼再见。我要继续钓鱼。你看是不是在你旁边了？然后瞬间移动哎、欸。对啊。因为之前没怎么养狼啊，觉得狼很碍事，而且之前会打到队友。啊！哎。哎。哎，钓鱼吧，钓鱼吧，说不定再钓到一把弓呢。你脚下有一个毒蜘蛛生怪砖，有线呢、欸，看你要不要啊？有吗？有蜘蛛丝啊。那我下挖看看。等一下哦，好，你这边垂，你要嘛就垂直往下挖，你怕什么？哦，是啦。你垂直往下挖，等一下再补上来就好啦。啊，你干嘛？你绕来绕去。我要先让我的狗都坐下来。狗太碍事了。你是要挖线而已，还是要毒蜘蛛生怪砖？我要挖线而已。那你这边有点危险呢。因为你脚下就是毒蜘蛛生怪砖了，这么近哦？对啊，大概15个吧。对啊，你就垂直挖，很安全。对啊，我把石头放这里。我会被打脸到蜘蛛丝啊！不会啦，因为在你隔壁而已，不是在脚下。哇！好停！好停啊！往你的右边方块挖。哇！小心哦，生怪钻到隔壁哦。先挖吧，有没有？有吸到吗？先挖，吸了之后就补起来就跑掉。你不需要那么多线，还是你身上满了？吸不到哎、欸。你身上满了吧？满了，满了。挖了再补啊！好好好好好。吸不到。你就挖嘛，干嘛都坚持？好了，你可以离开。你要那么多线干嘛？我看一下哦，我现在有几条？六条，够了。我要离开这。看一下我的图。我回来啦，小宝贝们！可以公投两次哦。你赶快做工吧。我来做一下。哎、欸，你的空投被叠掉了、欸，你在原地狂放啊！啊！傻了吧？啊！我的空投。啊。算了，我要来做工了。工怎么做啊？我傻眼呢、欸。你想想，工长怎样？哎、欸，它不是长这样吗？三个木头，然后木棍。哦。我音乐好像打起来了，等一下我看一下。没看到，我就是把团团干掉哎、欸。好，这场大家都有狗。这样，有了，我有一条。我把经验品吃一吃好了。
又要空投。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。立走。他们都在那儿。但看到人了、哦。你看，看到发光了。哦。我离 X 轴到底还有多远啊？很远，在20格吧。这边吗？我到了。离他们太近了吧？问你有没有苹果？打闹！哎，红队杀来了，红队杀来了。红队好像只是想打巧克力而已。我要走了。又说了。他们真的只是想打巧克力。哎、欸，不对，也想射你！天啊！等一下，这是在转圈圈哦，你们。他们都在这儿，我不敢进去。你知道，就是你们互相追，互相，你知道吗？蓝队是不管什么都打、欸，哎，天啊！快逃，先逃，先逃！好多狗哦。小雨叫了一堆空投，我在从我旁边路过，酱油，不要一直跑！你明就有弓箭，拿来射啊！你这样子，你身上装备那些，等一下死掉什么都没，你拿来做事吼！你看，你看，不是我没有弓啊！我刚刚不是叫你做啊？不是啊，你至少还有那个啊，强力的弓不是吗？没有啊，我没有箭矢啊，还我还没有挖哇！我傻眼欸，而且我有，而且我弄两把，我一把还给巧克力了。哇，他也死了！啊，繁星，不要心气，我袂赴。嗨！哎，你怎么最后还丢一大堆空投啊？超多空投的啦！我们全部都在上面一直钓鱼，然后弄空投。哇，你们两队都一样哎、欸，好强哦！哎、欸，酱油，你怎么没有箭矢？我来不及做箭矢。我跟酱油一回合，他直接把一个强力四的弓给我。哇塞！然后没有箭矢，没有箭矢，太好了吧？箭矢
然后一回头就看到红队就是死命的冲过来了。我们打不赢蓝队，那我就打黑的。我们只想打黑的。好慢，打好慢。没有没有狗狗大军。有两把强力弓，可是我来不及弄阵子，然后繁星差点被我气死。来不及做箭矢，所以繁星差点被气死。还有妖妖，好多狗，真的。狗狗大战，最近有看到什么吗？我不想说话。哎、欸，他这个呢是可以那个自定箱，那、我在开场之前赶快去自定一个。哦、啊！难怪恶毒讲，我开场第一箱就抽到习惯。难怪你刚开始是怕爆雷，就是因为、没有那个时候，那时候确实还没有放了，好不好？哦，不要知道、放这么快，放很快、欸。啊！所以哈契，你有专门你们那队专门下去挖钻石哦？有我。他就下去挖、我就把上来把那个空投的全部丢给别人，然后自己下去挖。哦，完全就在钓鱼。嗯，啊，蛮有趣的、这个背叛者也跟着钓，大家一起钓鱼，觉得钓鱼很好玩。还想继续钓？你们那钓到那个弓太扯了啦！好强哦，你们的弓。我们就一个人负责钓鱼，一个人去挖矿，另外两个人就开箱。我们负责一直钓空投，空投，空投。我们四个人钓都没钓到弓，一把都没有。啊，就有一个钓到那什么冰霜行者，然后附在脚上，原来是你们，把我们的行程都变冰块，不晓得在干嘛啦。分享我钓到冰霜行者的喜悦，我钓到这个，然后就开心的走过来了，什么？你说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然后走到我们在钓鱼的池子上面，全部没有，而且还是晚上钓，背叛者都没想要用你，然后你居然这样弄我，结果小雨比较像背叛者啊，分享喜悦而已，他一直让苦力怕炸到他那里，我怎么知道超多次苦力怕一直炸我？其实我觉得多了空投变好忙哦，很忙哎、要一下要空投，一下要干嘛？对，而且空投时间没弄好，两分钟就一个了。对啊，好快的。他那大家还会堆叠吗？会啊，会啊，可以堆叠，可以堆叠。那其实就还好啊，你就是哈基下去一趟，还没回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四颗了。哦，回来再爽爽弄就好了、真的，一次就给好多、真的给超多的，太扯了。啊，那个轰炸区反而好像没感觉，没看到。你没有人过去那附近吧？他区域不多。他是不是轰炸一次啊？还是对，好像只有一次。炸一次就没了。到后面是不是也没有效果？没有啊，就没了。也没有四件，也没有四件啊。后面好像就没有。四件好像只有一个吧？还只有两个，两个。三个吧。吸收力量。对啊，吸收力量、还有挖掘，还有挖掘，还有一个挖掘上，对，就没了，就是挖掘之后就开始下去挖的，然后就开始挖挖挖挖挖挖。啊，300负300好像也没什么被炸的感觉。哦，是哦，读不到，读不到，因为刚好我们人都没在那吧？有可能。对啊，对。但这空投蛮好笑。真的，到处都是空投箱，到处都是。哎呀，担心狗会不会被那个鸡压到、很恐怖。你担心你的苦力怕、很多只连来两只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看到你的球有够八只。刚才我跟团团看到那个蓝队，然后想说，去突袭他们。他们感觉锵锵的，看那路明那边锵来锵去，结果我们一箭我没戏啊，然后第二箭就掰了，对啊，过去烧野的时候很开心，然后突然这个弓，然后就死了，两箭就死了，超痛哎、太可怕，好扯，就死啦。玩到后面开始想睡觉了，是不是身体老了？还是冬天害的？哎呦，怎么每次中间那个皮肤我真的懒得去改。好啦，今天感谢各位收看，今天 UHC 前面真的是玩得很嗨啦，可是前面嗨过头，嗨到后面累了吧。
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。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喽。哎呦，拜拜。冲过来了！我传的，我传的，怎么了？这个地方刚刚作者跑来这边跟我说，用这个指令试看那个空投长什么样子。不是空投了，轰炸，轰炸，对对对，有啊，有怎样？轰炸，轰炸，要等六十秒。在炸哪里？我刚试了一次了，他说六十秒到达。啊！我只看到鸡而已。那等一下吧。这样子，抵达，抵达。抵达在哪里？残留，残留。一百这边吗？没有，那是我们钓鱼的地方。诶，那是我们钓鱼的地方。没有，没东西啊。十秒后抵达。好，看一下。先玩太多次看看。五秒后抵达。三、二、一。没事啊。砰砰砰砰砰砰！没有，没事啊，没事诶。还是一百到负一百之间啊，不是这边啊。这样子吗？但是会有爆炸效果还是凋零而已？没有，感觉应该是一百负一百，然后不论你在哪一个高度都会受伤，这样比较合理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可是这没有，我以为是那种火焰球往下丢的，砰砰砰砰砰的感觉。要问一下，就看他是怎么做的。那这个提供完全没什么介绍，所以会很担心。有什么地方直接抵达？这个成果也蛮猛的、啊。对啊。好像没看到，没有，没出来，没有出来。再问他轰炸器。哦，作者说八七没用到。那只有没。我在想说各个东，就他那个没有介绍说明书，那本身也没有介绍太多。风平浪静，什么都没听到。今晚是平安夜。他说没用到，至少一堆空投。掉得很开心。真的钓得很开心，你那空太扯了。真的，我就钓钓鱼，而且一开始我就钓到第一把的时候，我就想说有没有背叛者，我都不讲，继续钓。好，出来了，哎，都没有，那你们帮我弄，我刚刚钓到了弓。太可怕了，这个运气真的太夸张了。运气太好了，我正式 UHC 不敢参加。最后一届，再不参加就没了。你参加，你不用钓鱼就好了。阿姨，我继续钓鱼，开心钓鱼，爽了。对，关了。哎、欸，小雨，你有玩那个挖矮人挖矿？矮人挖矿就是之前那个、啊、那个四人的那个，就是说是恶魔果子。就你之前不是生日影片吗？哪一个矮人挖矿？指定的那个。指定的啊，矮人挖矿。我打那个 Deep Rock Grudge。你之前生日影片不是那个谁？哦，哎，白毛还是什么？那跳舞一大堆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那个好玩吗？那个，我觉得作业感有点重。作业感？就是玩个一两把还可以。哇，难怪你只玩三个小时。对呀、啊。